喂，大家好啊！咁今次就同大家分享 Bus Simulator 21入面嘅模组啊。只要参考官方嘅指示啦，就可以加入啊呢架 Evipro Crossway Line 嘅12米模组啦。咁一齐睇下呢架车咩料啊！咁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啦，揿个赞好，多啲分享同埋留言支持一下我继续出片，多谢。先看下个外观先，咁之后就上车睇啦。咁呢架车系12米嘅高地台巴士，咁成架车就有51个位啦。而啲位嘅颜色就系以蓝色为主，咁试一试坐乘客嘅位啦。咁而家再坐前一啲啊。当然要试埋车啦，你冇理由咁快会走啊！睇下我强壮嘅老鼠仔，啊唔好意思，我讲错，应该系我揸车嗰阵嘅英姿先啱啊！但系啊，点解只手系掂唔到个踏盘嘅咧？点解咧？试完车就当然要出街踩啦，系嘛？既然咁耐都冇玩，咁不如试下玩一条短途嘅路线，睇下点啦，好冇？唔系嘛，第一个站就冇人啊，我好冇 face 咯。欢迎光临。佢竟然话 no 喎，咁唔俾面都有嘅。你叫我点背负住世人嘅眼光继续揸车落去啊？呢个打击真系好大咯。
喂，冷静啲啊！唔好揦住个拳头过嚟啊！喂，画漫画的时间又到了，咁今次条片嚟到呢度先，多谢大家收睇，咁记得啦，记得订阅、赞好、留言、分享，支持一下我继续拍片啊、创作咁，多谢大家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们的社团已经改版了，由现在起，除了本身的 Bus Simulator Ultimate 主题外，还将讨论范围扩展到 The Bus 欧洲卡车模拟、美国卡车模拟、 Bus Simulator、 Proton Bus Simulator 和 Truck Simulator Ultimate 等，亦可以交流交通车辆、模型或相近的话题，诚意邀请你加入。入团条件受版规约束。我哋个 Facebook 群组已经改版，由而家起，除咗本身嘅 Bus Simulator Ultimate 主题外，讨论范围仲扩展到 The Bus 欧洲卡车模拟、美国卡车模拟、Bus Simulator、Proton Bus Simulator 同 Truck Simulator Ultimate 等，仲可以倾下交通车辆、模型或者差唔多嘅话题，诚意邀请你加入。入团条件受版规约束。